我是经历了从星光大道走下来，经历了5年才做了一盘专辑。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才做一盘？我指我自己，是因为我不懂，我不明白。我一直在寻找。当我寻找到了之后，我才做了我的第一盘的贵宾新贵宾醉酒。所以呢，当我做完了之后，在当石头做这一盘，就把我所得到的经验全部给了他。其实石头也经常会问我，会请会问我说，我究竟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声音？ 我说呈现一种男人的声音，那我究竟要如何能够走？我说那就是少绯闻，纯实力，然后用自己的心去唱歌，谦虚低调。还有一点就是高品位，高品位可能是我或者说玉秀东方一直追求的一个东西。我感觉这样才能够让石头在歌坛才能够立得久，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。同时我也希望石头以后更加的努力，嗯。 在这盘专辑里面，我跟石头也唱了一首歌，今天也斗胆给大家唱一唱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太紧了，做的太紧了啊！你胖了。磨猴石头，这首歌叫做什么？知道吗？雨花石。对对对，叫做雨花石。石头，雨花石这首歌是今年，去年还是今年？今年的1月1号。 对对对，今年正好陆毕老师的元旦的3天乐的时候首唱，当时这首歌的点击率在网传到网上之后迅速风靡。其实呢，这首歌对于石头来讲也是一首可以说标新立异的一首歌，因为石头在成长的道路上会有很多很多的节点，突然之间我们莫名其妙的唱了这首歌，当时是为了做毕老师的节目，没有想到对于新人来讲，雨花石推了他一把，没有雨花石。 也没有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做新闻发布会，所以真的感谢所有的朋友，感谢我们生命中每一个节点，让我们一步一步往前攀登。所以呢，今天我硬撑着石头，我不一定唱得很好啊，我今天只是硬撑着它唱一下这首《雨花石》带给大家。我相信你会唱得很好。 心如火烧。
谢谢，哇，还有两个大爱，哇，谢谢，
谢谢谢谢。其实广州唱片公司今天没有过来，当他们听到这盘专辑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兴奋，然后给石头特别优惠的条件，然后发行了石头的这张专辑。今天14号是石头今天他的生日，我们千挑万选选到了今天，是他阳历的生日，35年前他出生在这一天，半谎半谎了，因为我们在做小片的时候，然后写了1976年石头出生在什么上，我都说能不能给我改成1982年。其实挺好的，特别温馨的场面，我们都从星光大道那样的舞台，可以说我们都是草根出身，然后一步一步完成我们生命中的一次又一次的华丽转身。他比我小2岁，然后才走上了今天。今天发石头的专辑的这一天，也是他的生日的这一天，我感觉比我自己做我自己任何事情都感觉那么卖力和那么的高兴。刚才这首歌叫做《雨花石》，其实也想跟石头探讨一下关于声乐的问题，因为今天夏天包括阳光啊都曾经帮过你在星光大道的，对对，而且呢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记忆和记录。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在昨天看小片的时候，金铁霖老师有一段非常完整的一段话是这样评价的，说石头他的模仿力非常的强，石头他的声音是作为老艺术家来讲，作为声乐教育家来讲，就是是迄今为止模仿力最强的一位歌手。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他这样的一段话。这么夸我，其实当时我挺不好意思的，但是我觉得金老师说的很正确。啊？不是，我刚才都已经说你是一个非常谦虚低调的一位歌手，而且你刚出道。我一直很谦虚。你的说话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国情。事实就是。啊，你也是这么认为。那既然你说你是模仿力最强的，那今天呢，因为今天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媒特别是媒体记者都在场，所以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呈堂证供，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记录着我们艺术生命中的一个历程。那个模仿不犯法，没事，呈堂证供也不要紧，是吧？你也感觉你是最强的最牛的。牛到什么程度啊？牛这不敢说，反正也可以实际演练一下。实际演练，那你今天就是对着媒体的镜头在叫号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的。演是这样的吗？是这样的吗？因为当我跟石头认识的，咱们不说在这种笑星或者在语言的模仿之上，那肯定阳光对，绝对是首屈一指，也从星光大道走出来。但是在模仿歌星唱歌的时候，我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，石头也带领了一个先河，因为我刚刚跟他认识不久之后，他就开始说研究他的模仿，研究模仿秀，其实这也是你的杀手锏。模仿怎么说呢，原来一直是爱好，后来一段时间曾经成为我的谋生手段，所以在这个领域我非常的自信，不会输给任何人。对，我非常的冒汗。你非常的自信。对，那今天也请大家，今天既然是已经这样的一个议程走到现在，大家喜欢听谁唱歌就点出来，然后让石头今天就模仿。今天我们是验证你的时候啊。有人讲喜欢听谁的歌，石头一会儿给大家综合一下，好，模仿一下。好，张信哲、李双江、李双江、李玉刚、周杰伦。哎，稍等啊！啊，你记一下，我得记录一下。那你准备让我模仿多少位左右？你想模仿多少位？我模仿，那我要想模仿的那太长了时间。是吗？对，太多了。哇，那好吧，今天给你个任务啊。那我今天有一个任务，今天石头就模仿15位。15？因为镜头肯定会记录着你。今天也有新浪、搜狐、腾讯的门户网站，对，万一把你这一段传到网上去的时候，我想呢，今天所有人会听到你今天的这种叫嚣，明白吗？完了。石头，你今天我给你的一个主题，你就模仿15个。行。如果将来有人跟你打擂，他能够模仿16个，你就开始模仿20个。
哦、我就看你们利益能够持续多久。行，所以今天所有的记者、所有的媒体、所有的摄像机也记录一下石头今天的表现。今天就十五个，好不好？行，有问题吗？应该没有。好吧，大家点吧。鱼缸，李双江，刀郎，刘德华，周杰伦，王菲啊。费玉清，毕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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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刘邦，腾讯，啊，谁？林依轮，张惠妹，越点人不靠谱的人，可以点点男的，黄晓明，刀郎。刀郎点过了 ，OK 了，知道了。刀郎这个是 ，Eiler 是谁？小沈阳。小沈阳。唐龙。阿宝，阿宝。许晴，阿宝。赵本山。田冠希。啊，王二星。田冠希。陈冠希会唱。你们都说吧，然后我给他交卷。张宇，许明，张雨生，哇，这么多！不查不知道，中国有那么多唱歌人，所以发一张专辑很难的。哎，吴老师上台配合一下呗。啊，狐狸老师。啊，狐狸老师打电话来。谢谢胡老师。他得上台是吧？对。我给你憋了一个。人工复印。石头，我已经基本上就帮你把大家记录下，差不多的，你自己一定要调动一下脑袋里的这个神经。好不好？行，没问题。没问题是吧？没问题。刚才大家点的基本上都在这里。如果说今天没有唱的，以后有人挑战啥，他接着再唱，好不好？那我就按照我说的这个顺序。行。来了啊。行。那就从我们歌坛的算是大哥大，从刘欢开始。刘欢，对你也挺好，对。太高了这个了。没事，你就即兴来吧。Thank you.
在茫茫的落花啊，心寂寞啊，伤心落在呀茫茫。同安阁，同安阁。你说我想说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要远行，何必你伤心，不让你看到哭泣。接下来一首我同案林志炫，这是我喜欢的林志炫。守不住爱情的我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，在爱中失落的人当初又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，孤军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。接下来李双江，李双江老师。小小竹因为二七个吗？才七个。接下来这两位你模仿一下，因为20号我会和他们在一起将江西的中国风的演唱会，就是周杰伦、费玉清，第八个第九个，周杰伦、费玉清。我送你个小酒，你是否还在？是吧？接下来张雨生。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，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，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，贸然回头你在完全相反，田震。飘流的没有停下的时候，
为您感到骄傲。几位？接下来12个，接下来第13位，我们星光大道第一年的总冠军阿宝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